全家人在乎的事就是大事，就像网络，明明花了快1000，还是不够用，全家都用的哀哀叫。后来办了好树成双，光纤一居，全家用到饱。远距上班、视讯上课、追剧，同时用都不会卡卡，超顺的哦。大行动5G吃到饱，费用只要一半。还有 Disney Plus 可以看，再加上每月网购回馈的 MOBI， 省下来就是加菜金。整个算起来就是超跑规格房车价格。把全家照顾好，让全家吃到饱 ，Why not？